我们是三组，哪一刻对方真的让我动心了？这一组看起来才是真的有，对，真的。我这个超 CP 的。对啊，把你哇送入怀里，真的。他什么时候抱你？真的，我也吓一跳。在什么情况？就是呢，就是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是我透过朋友认识的。在什么场合？在吃饭聚餐。嗯，然后我就看到他，他的眼睛就是随时都在饭店，他随时就是讲话就是。现在就是了。哇，我就觉得好帅哦，然后声音又很稳重，然后就是没多久之后是我的生日，因为那段时间我是不喝酒的，为了工作，我就是。克制很多，对，就是饮食的部分。那一天是因为喝那个生日，所以大家都说哦，你都生日了，就好不容易，就是难得的一天，就喝了吧。那我就想说，好，我就喝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太开心，我就喝醉了。喝醉之后呢，我就在现场就睡着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要怎么回家？只有他的条件，就是平常有在健身什么的。然后大家都说：“志正，你抱他下去。”而且刚好冬天，然后大家都很害怕，就是被偷拍到什么的，就把他包成木乃伊一样，就等于跟他在一个好像在一个帐篷里面这样，很浪漫。那艾莎他抱你的那时候，虽然你喝醉了，可是隐约你感觉得到吗？因为他要抱我，所以我就是那个抱我的那个一瞬间，我就醒来了一下，然后就看到他的脸就在这里。他的侧脸就在这里，我就哦，长得怎么那么帅？然后我又睡着了，然后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啊。可惜哦，我隔天还在跟每一个工作人员，还有跟他说啊，昨天谢谢你啊，我玩得很开心。然后就所有的人都没有跟我说，就是昨天我。醉得有多夸张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你知道你昨天是怎么回家回去的吗？”我说：“嗯，怎么了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是我抱你的。”我说：“啊，很不好意思哎。”对，心中一阵阵阵那种甜甜的感觉。会，对，但是我就觉得哇，太 man 了。然后就觉得哦，他真的是很。因为而且我们是同一个星座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们都是天蝎座，哦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很 sweet。为什么要笑呢？我想艾莎这一辈子的毛病哦，就是只喜欢帅的了。如果你第二天醒来，人家告诉你说昨天抱你的是白云，我还是会感动啊，会谢谢白云哥，对不对啊？还是会啊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呢，就是我们去一起去唱歌，然后那天他就穿着一件很舒服的毛衣，黑色的，然后就摸摸他的衣服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个质感很好，哎，好舒服，我在哪里买的？”然后他就说。你要吗？我给你呀，好暖哦！现场这个会脱下来就直接套在我的身上，绝对重啊！套在哇，对，然后我就带回家，身上脱下来，对，就是这件，他身上带下来哦，好可爱啊！这就是男友的毛衣啊。他穿很好看，他穿比我穿还好看，而且很舒服，穿起来。你们该不会今天就要公开你们在交往？已经在一起了，这个真的才是有交往吧？没有，应该差不多。我觉得这差不多。那志正，你什么时候？其实我刚刚让你心动。对，我刚刚听艾莎的故事，我因为没有听到他讲这些。其实我们之前你不知道他有这么多的感触。对，我们其实动心的时刻是在同一天。那。其实我跟艾莎有一句了吧 ，KTV 动情，对，这个好偶像剧的剧情哦，就是他们两个真正的告白，却是在上节目公开的场合，然后共同经历同一件的事情，但是在这之前彼此都没有知道说过，对啊，我要搬走了吧？没有啦，我跟艾莎的缘分真的很奇妙，就是从小不是从小，在读书的时候。Sunday Girls 很红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艾莎的个性，她就好像在这个团体里面跟大家相处很融洽，然后又是很 leader， 然后大家很会依靠她，我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然后她讲日文又超级，我觉得我自己有个人的偏好，我觉得讲日文跟法文是世界上最最最浪漫的语言。就像我前一阵子跟花去日本旅游的时候，我不会讲日文，所以都由她来沟通，但她一讲日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哦天哪，从来没有这么有女人味。少伟，你要听他讲日文。花花，你讲几句嘛？你对着少伟讲几句看，给少伟评断一下。最近はね、ダイエット中の
拉茶，没有没有，真的比他讲中文的时候，对 ，ice cream， 对，咖啡袋。好可爱，很有气质，对，你有哎，你好像那个日航航空的那种端庄的空姐哦，对，对对对，他讲中文呢，那你同样的话你讲给他听，刚刚那个，我最近在减肥啊，我吃 ice cream 哦，就是这样子，天哪，我的老天鹅，那疫情开始之后呢，我们就因为也没有工，比较小工作，然后又不能出国，然后我们就常常出来聚会聊天，然后我就发现艾莎真的是。人非常非常的真诚，然后善良又好，我们才刚认识没多久，他就把他的心事都跟我说，然后就觉得这样不行，一个日本女孩在台湾打拼，又一个人，然后又疫情被欺负怎么办，就不能这么单纯的相信别人，我说好，我要保护他，就在有一次哎、嗯欸，还差你把中间那个板子先移走，因为刚刚导播试着要拍一种特别的画面，一直拍不到的。哎、欸，来继续来 take two 开始。好烫，我天啊！然后就是每一年生日都会一起过嘛，就有一次给他一个 surprise 之后，我们就留下来唱歌。他最后点了那个中岛美嘉的那个，然后就中了。因为这首歌的中文版，它有好几个版本，中文版的 MV 是我拍的。然后我就天哪，我就想说。上帝是这 it's a sign， 这是太巧了吧？你感觉那个什么你 destiny 啊、destiny ？哎呀呀，什么？你看这种 destiny 啊，你看这种状态就是要在一起啊，而且两个人都有微醺的感觉，对啊，就是要在一起啊，哎，很合耶。这个有后续哦，这个，但我觉得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就是我也跟他很坦白，就是我有跟他说 I had a crush on you 这样。你有讲，你有告白，你有说你有 have a crush on her，yeah. 就是你跟他。那翻成中文是什么 ？crush 就是我欣赏你，我喜欢你。对啊，艾莎啊，都已经讲成这样了。那你有回答他怎样吗？他就喝醉了。他那就是那一天，就是喝醉了。你们上错是吗？就是同一天。你说我那天喝醉的那一次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那我真的还不记得。我觉得小女士蛮 serious。他们两个上错题目了，因为今天是讲有没有纯友谊，他们根本就超友谊了。我觉得是哎，他们已经就是心里。是的，你要不要考虑换一下室友？我可以。就是他们心里的那个界限已经是有点模糊。对了，没有了，就花花你好心一点啦，你搬出去啦，给艾莎住进来啦。啊，那我要搬去哪？你随便啦、啊。搬来我家，你搬来我家，我有对啊，我多几个房子，那我搬去你家，可以吗？艾莎、啊，那个花花如果跟你交换，好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没有。好，来第三对，艾莎跟智正，刚刚讲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这两个感觉就是要在一起，这个是比较真的、嗯、有机会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不能在一起呢？酒后判若两人，你说智正。对，你那么暖，你喝的酒会怎么样？我好爱喝酒、哦，就是就喜欢小酌。对，但是就是呢，他平常就是这样嘛，就是稳稳的，然后讲话就很低沉，然后讲话很慢，然后觉得哦好帅。但是呢，他喝开了之后，他就会说啊，爱是这样，我好开心哦，然后声音就高八度了，然后就这样。我认识我的外国朋友都知道，就是我英文名字叫做 Chris， 然后我喝醉酒会变 Christina， 哦，会变 Christina， 所以有两个角色。喝醉酒会换女装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再往上高，他就会变成 Tina， 对，然后就，所以还好那一天就是。那个艾莎喝醉那天，她比我先醉，不然她会看到我这一面。你可以不要喝那么，还喝一点点。你答应艾莎，你以后喝少一点。她每天都要喝啊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艾莎也很会喝啊。我们平常的有共同对啊，说他们俩一起会就好了。其实我们就是约出来，就是想要放松，就会喝酒。以后不要再出来喝，以后你们就在你们的家喝这样。你这花花会搬走啊？对啊，对啊，花花即将搬走了，好吧？你不要在那边拖了，就今天。拿录完你就回去收东西。我东西有点多，你要给我一点点时间。你为什么？其实，而且他有时候很难约。嗯，因为呢，他也是就是自我要求很高的人。像现在他就在拍戏嘛，然后就是他要专注这个工作，所以就是我问他说：“哎哥，你要不要出来吃饭？”他说：“那个我4月初才会杀青，所以那个杀青之后才能可以约。”
那他一工作我就约不到他。没有啊，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们没有住在一起啦，如果你们住在一起的话，这个困扰也就比较少了。他总要回家睡觉嘛，是吧？但是他也不吃美食啊。哦，他工作的时候，他就是吃的非常干净、简单。听起来其实你们这一组问题不大，只要花花搬出去就搞定了，就什么就搞定了。那是不是你觉得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跟艾莎当恋人？其实艾莎人见人爱嘛，然后他什么都强过我。任何一点有吗？什么都强过。哪有？你觉得艾莎比你强？太强了，就是我想说表现一下内在才华好了，想说啊，那约在家里吃饭喝酒这样，然后做菜给他吃，就他一来我就整个变成业余的，因为艾莎是 pro 级的，她做的东西都是那种日本的什么汉堡排，然后日式的什么咖喱，日式洋食那种，然后又很讲求仪式感，然后我对我的那种自尊心就有点受损，然后对于厨房的掌控权，我就觉得好像被剥夺了。那艾莎，你不要做，你让他做很好啊，艾莎你轻松一点、啊。艾莎，你跟他讲说，很会煮饭，你跟他说你会改变。好，我会改变。啊、好，那花。好啦好啦，我等一下去找房子呢。艾莎，艾莎会谢谢你。不要挡了他们的感情生活，这样子。好啦好啦，那最后给志正还是那个了，志正，那你就单独跟艾莎说几句话吧，一样给你三十秒的时间，站到中间、嗯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做一个 happy ending， 对呀、啊。我觉得你，我觉得你好好讲啊，对啊，你好好讲啊，会中啦，会中啦，会中啊，哥感觉得出来，好不好？来 ，ready go， 艾莎酱，嗨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，嗯，不管有没有自，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，会保护你一辈子下去。哦，我相信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可以重现当时的情景吗？就一个公主抱结束我们这集的录影，好不好？来，不要害羞啦，来，公主抱。哎，不发脸不抱，那就要抱我咯。那你要抱我，你抱我，少伟，少伟你抱花花吧，你没有告白，你抱你的腿骨四头肌这么强，我不相信你抱我抱不动。你告诉你海产都抱过我，总是要个形式。不要吵，海产都抱得动我了。你让他感受一下，小心少伟你的膝盖。哦、oh, yeah, ，好可爱、啊，好可爱！好了，听完大家的分享，男生女生真的是可以有纯友谊的，这三对都是非常好。花花，你真的晕了，花花，小软。好了啊，你赶快搬出去啊！我们要祝福花花赶快找到新住处。对，谢谢。大家那个崔妈妈哈，帮那个。花花留个盘子，崔妈妈住屋中心。